说话可这给我照相呢，知道？说肯定给你录像啊，给我留点纪念。等将来有一天那个我想你了，我就可以打开这些看一看。现在要是走道吧，就戴这个眼镜。嗯，不行，我都看不出来，认不出来我，认不出来了。啊，他这牙还好呢，我这牙还好，嘎嘎的。为了吃榛子买个钳子。哎呀，可有意思了！你看人家80多岁，一个坏牙都没有，没有牙也没有。他怎么也不缺钙呢？牙可好了，嘎嘎的。人说老年人缺钙哈。俺这牙挺好，俺们这牙都不行。我这牙一辈子没坏，到人家就完了。到人家都吃东西吃不动了。要吃榛子吗？买个。妈，你看没事的时候你就出来，跟各位阿姨啊、叔叔、大爷的坐一坐，聊聊天儿，嗯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挺好，好的呢，嗯，是吧？嗯，是不是比在家？这个，那个老姐姐，我是老妹妹。你俩谁大呀？那牙可好了，长得可好了。那是老妹儿，嗯，老妹儿啊，哎呀，可好了，那头发确实的，这个头。羡慕人家头发哈。嗯，那你的头发也能变黑，但是你不好好配合呀。你看人家那头发可好。那天给你吃那个黑芝麻，嚼嚼嚼完就直接给扔地下了。那不是你吗？嗯，是我。就是啊。都知道那个吃黑芝麻那啥养护头发的。他还挺听话的，在家里。听话。还算可以吧，就是吃饭的时候费劲。吃饭太费劲了。你在家我看你戴上帽子了。看着我的帽子了。你干嘛给你戴上帽子？你戴帽子了，我就知道你要下来。我看着没有，我说是吗？那你这小脑瓜还挺好使的，还会分析呢。嗯。行了，那就不。